我今天穿的这一套就比较中性哈，就之前在我评论区里面，你们说怎么不出男生穿搭就可以参考了，就男女都可以穿。我穿了一个这种灰色的连帽卫衣，戴帽子的，然后这个卫衣的话就很干净，而且这个款式的话就是穿好多年都不会过时。我入的是一个这种单里的，反正它这个版型你们看吧，我觉得版型还挺好的，这个颜色也挺好看的，但是我更喜欢那个灰色，所以我主要就讲了那个灰色的。这个内搭的话就不讲了，姐妹们，因为这个是我之前买的一个短袖，就好久了，而且质量不怎么好。这个包包是优衣库的饺子包，很百搭这个包。这个裤子我得说一下，姐妹们，这个我入的比较早了，是2019年入的吧。它实物的话是一个灰黑色的，不是纯黑色的。看一下它这个版型，就是你提高点的话就可能会露出来的脚面，就是我给它提到这个肚脐下面，它就会有这种堆堆的感觉，就很慵懒穿上。夏天穿的话会热哈，这个裤子冬天穿的话就不穿秋裤也可以，春秋天可以穿。这个鞋子，这个鞋子是流氓家的，就是一个这个特别经典的棋盘格。我前几天拍照就这样对镜拍，我觉得你们肯定会问，就给你们稍微挂一下，是那种特别舒服的，就是毛茸茸的那种条绒的，